种清练一下，是吧？这个像，我把它啊，这个啊。
这边的，要完成吗？这边。哎，这个还有差不多10分钟。手和脚就行了吧？这个哈，嗯，要不要弄近的时候就行。比如说，这个人打一针，他完了再弄近拍他的镜头，他回去哎呀，这个是我，那要打成那个桌子要拉远一点，对，拉远一点比较就很像。而且我刚才都有录了。哎，对。我说那个四方形里面，只要做到这里面就可以了。对，因为有车型啊，有车型空间，对，这个放应该是。
你们去。换代是用电子信息，用这个来，哎，这个电子要换，要安全的，哎，对对。这个还有几个？快了，快了，现在到这个地方，我就是啊，我就是开车啊，啊，下车啊，开车到骨头啊，关门啊，把我们夹起来了，还给它夹断了，那好惨。39号，我觉得还好啊。那后来还长出来，指甲长出来了。嗯，对对，长起来这个。哎，这就不错了，要不长小孩子。啊？干嘛？你叫他过来的？不是，他问我。啊，你对我们好不好？在那边他就是说。我说很好啊，他很活泼伶俐啊。他说没事，他说你年纪还小了，怕你不懂事了。我说不会的，他脑筋很好啊。哪里？我认识的很多了，去年就来过了。啊，这家伙，跟我挺熟的他。他是在我去年有一个。你去年有来这里？哇，你们这边国家一个老师啊，运动老师啊，刘怀南啊，啊叫我干爹啊，对吧？啊对啊，他什么都知道，我们都尊重他，我也就每天回家两三百块要回去都爱买相机啊，买这个照相机啊，还有啊买一些啊，我们男人差不多。运动前买东西，其他差不多。哇！啊！好了。